5号，李荣浩的新歌《如期》上线，有网发现从词曲到乐器到和音再到录制，李荣浩竟一手包办，几乎靠自己完成了一首歌的全部制作。网友们惊呼，有什么李荣浩做不到？此前李荣浩在微博发文控诉自己的新专辑发行遭到搪塞，他质问各大伟大的音乐平台和伟大的经纪人，我想上一首新歌就那么难吗？并表示自己等待了近3个月，但每次都会被一切需要流程搪塞。他表示，从今年5月开始，新专辑已经制作的差不多，一直在等公司安排发行。我想问一下各大伟大的音乐平台和伟大的经纪人，我想上一首新歌就那么难吗？从9月等到12月，现在还告诉我一切暂无定论，我一问就说一切需要流程，我是托你办再就业上岗证书是吗？天天流程搪塞我，没事儿，要是12月5号发不了，我就找个电动车维修论坛发个帖子把歌发了，没你们我就真的寸步难行了吗？